预备，好啊 ，Go！ 耶哈！怎么被打飞了？打还打这么远？打这么远，再一次，要投一个高空小便球哦。好。高空小便，哇！可恶，又被打到了。看我丢一个快速直球，攻击宝特瓶，去啊！我差一点就被我打倒了。这个是你的系统，不行这样子就好，螺旋。好，你自己打倒了，攻击，耶！我赢了。啊！你没有守住，最后还是由我得到了胜利。你这个黑魔镜，你就是黑魔镜，你输了。哈哈哈哈！看我再攻击。等一下哦。你还要等一下。黑魔镜还要人家等一下，哪有人家黑魔镜还说等一下？看我用这个球球全部飘飘飘飘飘，全部打倒，全部打倒。啊！你自己打倒了，又要开始重新摆一次，再打一次。等一下，怎么摆这么开呀、啊？这样怎么打？我们现在要玩射击游戏。射击游戏？就是这样子啊！你们看到那个洞？啊，这样，哼。